嗨，大家好，今天雨过天晴了，不过温度还是特别低啊。中午吃炖菜吧。吃那个剁肉片吧。炖菜就得切成剁肉片了吧？猪肉剁白菜粉条。这味道多重的这个。就这样撇在一儿吧。咋了他们的？咋了冰糖？它烫着了啊？它这个烤料是烤味儿啊，一根一根的，又烫烫又烫烫烫又。本来是一炖就没了。嗯。这一锅，可不少。不少哈。那是这一锅。这好老大的，看长了它就不能好。这怎么办的有好青菜？嗯，用的稻米，稻锅菜。稻锅菜。嗯。要是去俺就吃了。行。走了，到家。嗯。我也在那儿没有。咱有儿子了，我扫上就行。走，嘚儿，一二，嘚儿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吃饭。奶奶吃吧，加老奶奶，呀，就这，再给老奶奶弄开饭。放点吧，放点吧，有这个都有，给老奶奶这个，嗯，好吃不好吃？我包包，哎，拿这个吃来。哎，这个菜你吃的还是好的，老吃出来，什么也是不好吃，好吃，这么不好吃，这么不好吃，咋回事？啊，吃这边，这边，吃什么你蘸什么，这白菜可咸了，这回头看没对劲。过了还有人，好了，我也准备先吃饭了。这个炖菜吃的特别好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的头条号"农村阿凯"。再见，拜拜啦。